网络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 Dating》。换装之后，我们不一样了，生龙活虎，猛虎出闸。安尼啊！哦，好厉害哦，好肥哦，煮汉煮汉。差不多这是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啊，现在知道这个架起来的用途了。对，原来是青蛙好多。这种好像没有吃过这种。对。然后汤是很清淡的，很鲜的，带一点微微的辣，微微的辣椒。啊，这全部是炸鸡店的，对吧？啊，这拌起来看起来好吃哦。对啊。有穿韩服跟没有穿韩服还是有差，感受都不一样。好漂亮哦，三种都是那个泥鳅。哇，我没吃过。你尝点感受。哦，滑哦。很漂亮哦，好美哦，好幽静的感觉，基本上这边几乎看不到外国游客，这几乎看不到，我都是本地人。这边应该海鲜不错哦，这边海鲜一定厉害，而且海鸥也很多，全都渔船，没有蛮期待的，因为对，一般不要讲台湾啦，我看大部分的观光客都不会知道这种地方。因为你要来到这个地方，第一个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比较远。对，你真的要自驾游。对对，可是值不自驾就可以来、啊。对对啊，我相信你绝对值。而且时间，我觉得时间要够长。对，我觉得你要够长才可以享受到当地的美。对，当地对，不然大家来就是啊釜山啊首尔啊對對對對这大城市，就比较观光区啦。对，像这种哦，你可以看到，你看。妈妈们有没有在地上洗磕、啊？洗那些磕啊，对啊，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相信经过我们这几周以来的介绍，大家对于韩国的全罗南道一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因为透过自驾旅行的方式，我们才能真正深度探访在地的人事物。而今天我们的旅程将从全罗南道最负盛名的河口湿地顺天湾开始。换装了，有种当兵的 feel， 战斗服，很薄啊，素味迷彩。这个裤子很薄，我跟你讲，有没有？我跟你讲，这很薄，有没有？这样就看到我内裤，而且你知道，君伦今天内裤跟我内裤刚好一对，红配绿，红绿哦，臭屁哦，臭屁哦，臭屁兄弟。第一点就是你要这样趴在这边正中间，手要握着。第二点是你要用你的右脚或左脚。啊，图解两个动作很简单，这个很时尚，我喜欢。你也可以啊。这个讲话在那个这边才有的状况。对，我刚刚看到一个阿妈也是这样子，这滑得很快，被蹬来啊嘞。像他们规划可以规划这么好、啊，对，这么完整，是因为韩国在全世界它算是前五大湿地面积是前五大。所以他们等于是像韩国，他们现在有一个类似像节日，就是for湿地，是有关湿地的节日，好帅哦！就是放因为他们拥有很多湿地，对，生态很丰富，所以他们就放一个假。对，今年他们这个国家有这样子的环境，然后也让很多大朋友想要可以参与来玩的活动，对对对，所以他们可以有这么规划，这么完整。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顺天湾湿地除了是全罗南道的代表性景点，更是名列世界前五大沿岸湿地之一。2021年更以韩国滩涂的名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欢迎，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妈妈也很性感，妈妈那个中古世纪的欧洲人嘛，蓬蓬蓬蓬裙。예뻐요예뻐요예뻐요연애하고싶어야지남자끼리하지안내려가지여기서탁묶고
傅。要绑紧一点。绑紧，绑紧，好。他这边走了，不是我们随便划，他们会给我们开路。嗯。那你就在开路的那个地方跟着一起走就可以了。哦，照路走了。对，哦、你们自己走都没有关系，但是会第一次做很累嘛。对。所以他会想办法会给你开路这样子。哦，他那个很滑的哟、哦。滑。很轻盈啊。对呀、啊。下次出去。我拿出来。哎呦，你过来是有一些石头，刚走的时候。要小心哦，好不好？哎呀。温温热热的，很方便。哎，我的那个，我的那个，我来没有那个啦，还没解毛，没解毛。对，我先解毛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因素小轮。下面全部都石头，是蛮低。我们穿大米条了。你们要穿，我们也要穿。等会儿拿上去哦。换装之后，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整个就是生龙活虎，猛虎出闸。哦，两个 ，Let's go！ 哦，哎，我有 VIP 耶。哎呦，大哥，大哥送哦。这要怎么找啊？就挖。我这边，哇，这边的更比泰国还要更，他们更黏哦，更像黏呢。哎，裁判员，哎，哎，哎。章鱼，章鱼，章鱼，小章鱼！哇！他这个叫什么？他这里章鱼哎！小章鱼会在这个里面了、哦？会。你看阿妈，阿妈好强，抓很多。很大啊、哦！对啊。面积广达75平方公里的顺天湾湿地，各式各样的生态系统相当丰富，也造就附近渔村靠海吃海的生活样貌。而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体验捕捞湿地中的四大天王，而这章鱼正是其中之一啊！哎，秋本，哎，来，怎样？哥帮你看到很多东西，很快，真的。有没有很熟悉的场景？你看，活的吗？哦，应该是活的。这个有死掉的，也有死掉的。但你看这边很多很多洞，有没有？很多洞。这个，你看这个。血憨，你看这都活的，它刚才拍到，又盖起来。这个挖，对，超方便。哇，帅哦。对，交给我。这边你看这个舌头还吐出来了，给我啊，这种小事情，好，来，轻轻的，轻轻的这样扫过去，来借我一下，等一下，判决你要振作一点，怎么可以丢脸呢？对，拿出高丽菜小王子的，看清楚，认真的看清楚，你让大家知道谁是潘君伦，象棋潘君伦，有没有？有没有？你想出来，你要这样前进，前进，不要动哦，前进一公分了，各位。这个维持往上，不用那么下面。啊，好，你先放着，你小心你的脚，这样有没有？因为你这边已经太深了，这边已经太深了，这样子。哦，我放开。哦。哦，最多大概这样深度，有没有看到？啊，你这边刚才挖太深，它动不了。求好心切。对对对对对对，我相信。怎么样？不长痣。有没有长痣？你是流鼻涕，是流了鼻涕。直接变莫文蔚啊！我觉得长痣比较好看。这样抓的，各位看，对啊，哦是这样啊，对啊，扣在船上，边滑边抓，扣在船上啊。哇，那是安妮啊，他扣在那个船上有没有？然后在船边敲一敲。哇，不，哇，好多哦，哦，不。哦，对吧？哦，好厉害哦！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想到脚下的滑板经过大哥的巧手改装，摇身一变成为捕捞泥汉的利器，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的智慧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累积而来？倒是下一位主角可就没这么轻松喽。东西吗？有黑黑的哦，有黑黑的，像你看到黑黑的，黑黑的哦，黑黑的。等等，有点壳哦，你看一踩下去，挤下去，哎、欸、哎、欸欸，你那位置很好，哥有了。阿良哥刚才踩下去再拉起来，三个，哥我有了。别了，旁边你不要动，我抓到了，我已经找到三个，哇塞，有没有？你刚才踩下去一挤起一挤下去，哎、欸，你这边踩也有哎、欸。哥，我找到了。那什么？这个什么都看不出来，来把它洗一下。怎么弄？洗一下。哎、欸，好肥哦！好肥哦！竹竿，竹竿。那为什么它那么短？啊！哎、欸！又有了，好粗哦！这好长，这个颜色呀。以前粗过呀。哎呦，原来以前粗的呀。啊，差不多这样才是最大的。最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我们你现在这个也是产季吗？耶，而且出气更脆。说这个小水牛，你看，就会水喷进来了。刚刚有看到一个，跑起来。哈哈哈！哎，什么？抓到了！大的，大的，大的。喂！哎，这个很大的哦，他说这个是最粗的那种哦。肥哦，没办法。对哦，天生就是挖到这种宝。这个塞起来，好多好多哦，哥，怎么会有这种，好不好？不可能会有这种免费的事情。你需要得到之前，你必须要付出。你要付出的时候，不一定有收获，对不对，哥？对，看，我还没挖就有收获了。哥，你刚刚踩过去，你刚踩过去，跑出来了。我就在想要踩的。有时候付出也一定有收获，而且你知道我们小秋，他会帮我负责附近的采收。哇，好厉害哦！我觉得很好，哎、欸，好棒哦！你看，没有付出就有收获，这也是哦，没错哦。这么大，这是小秋帮你付出的。舞蹈好大，小秋，舞蹈好大。你看小秋，小秋，他已经可以这样。你继续移动，你右臂的移动，他已经可以。我像习惯了这种不付出就有收获的感觉了。哎，看真的随便摸了哦。哎，你这只脚没有动过，就在旁边，把你都把它抬出来了。大家别看我们好像捡得很轻松，要知道在这种湿地上，光是迈出小小一步就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更别说要一脚一脚把躲在泥巴深处的竹竿给踩出来。还好大哥大姐已经提前帮我们寻了一遍，不然哪有这么简单。倒是这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位还得大费周章使用陷阱才行。它是用抓的，像我们刚刚用那种捞的一样。它好像已经网，就是它是陷阱哎、欸，它有点像是一个很大的，让你游游游，涨潮的时候游过去有没有？退潮的时候，它顺着那个这样游出来，最后就收集在这边、個。汇聚，对，汇聚在一边。但重点是不知道是什么。阿伯姐，一个我。我也有。轻点。好的。轻点。轻给。是。轻。蟹啊啊蟹吗？有吗？好多 crab 是吗？是螃蟹吗？有吗？哎，真的好多哦！贴吧，哦，这样子抓好方便哦。对啊，因为我在想说他们怎么可能在沙滩上这样抓得到它？原来是用这样收集的。我们来帮爸爸。哎，哦，有满满的全部螃蟹。哇，都是螃蟹。没有想说刚才人家抓一大袋，到底是怎么抓的？原来是这样抓啊！你现在知道这个架起来的用途了吗？对，刚以为是什么养科啊？对，以为是科架还是什么的，结果是原来是青蛙好多、哦哦，这种好像没有吃过这种。对，一个不够 OK， 马西手哟，马西手哟，马西手，这是三四只，哇，最大的，哦 ，big， 有什么龙？所以你看，他说所有全部都比较大。
全部都是在受高潮蟹。所以你看他们这边的那个湿地的生态真的很夸张丰富。对啊，可以抓这么多。刚来这样就三种，四种。哦，对对对对对，四种。最起码现在就知道正丢蟹有四种。四种。对啊。真相大白，原来湿地上这一根一根的竹竿就是为了架设捕捉螃蟹的陷阱，从空中看起来还真的像是摆什么阵法一样。而所谓的湿地四大天王就是章鱼、泥蚶、竹蚶和小螃蟹，还好有大哥大姐们的帮忙，今天咱们可是大丰收啊。爸爸妈妈很热情，帮我们用这个洗干净的，你收拾一下，你收拾一下，这不用任何的哦，哇，这真的是，没错，先咬断。然后，俊荣，我跟你讲，等下吃的时候啊，对，你要把它先抓顺，不要一坨吃，然后进去以后赶快咬，不要那吸盘，不要硬吞哦，不要硬吞哦，从那边吃是，一直咬，一直咬，嗯，就这样。然后不可以吞哦，好的啊，不可以吞，不可以吞，一直咬，一直咬，咬到你觉得它吸盘没有什么再吸引的嘴巴，一直咬，嗯，哇，一直咬，学长，很恐怖哎，我今天吃这个，我看新闻哎，这个很危险哦，如果没有咬碎的话是，它会啊，你硬吞它会粘这边，就一咬，用力咬，用后面，嗯，咬几分钟。嗯，哎呦，真的，你就咬到了，你觉得它的那个吸盘吗？没有再吸你的嘴巴、上颚、舌头，你就会慢慢吞。你看，我现在就没有再吸了，咸咸甜甜的，我嘴巴很酸。我这可以练那个咀嚼肌。哇，咬到头好酸了，我这边也好酸了。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吞下去，吞下去，不一样了。我是一个村商，生村长的毛。没错，来到韩国不尝试一次生吞章鱼，那简直就是白来了。而且不止如此，大姐更是拿出看家本领，不管是酥炸小螃蟹、水煮八爪章鱼、清蒸泥蚶，还是竹蚶蔬菜汤，每一样都是渔家私房菜。我就这样吃、嗯。好，你觉得我会这样对你吗？嗯，会。那你噎到我还要哈姆立克麻烦。原味，原味。因为刚才他有清洗过，看没？嗯嗯，哎呦，嗯，这种就好。嗯，我吃过一个是它会一直粘牙，因为咬很久。我知道，我知道。我咬到我的头都已经麻了，还在咬。嗯，刚抓上来，然后直接下水煮，不然是清蒸或什么的。那个鲜味都很够，这个加辣子，对对，我加一点，我怕太辣，韩式的辣酱。嗯，他们生鱼片酱都是吃这种。嗯嗯，这个爆浆了，啊爆浆，好好吃哦，加辣是完美的，它爆浆不会太咸，不会，而且很甜。嗯，你看他们写哈，泰国都会有红色的，但这边完全一直都没有。嗯，扎实的口感，嗯，哇，好甜哦！而且他们的血憨的那个肉都很多，很厚，很厚，就小小一颗，那里面肉超饱满，肉很饱满，非常饱满，正丢席啊！这个很像那种基隆的那种市场，嗯，会卖的那种炸虾，那种感觉就很适合加种胡椒粉啊，胡椒盐，对不对？梅子粉啊，对，那种蒜头，对啊，蒜香这样咬一咬，酱啊，对对对，这种就是整只吃啊。先吃原味，哦，嗯，好脆，你不觉得这味道超香吗？很像饼干的，嗯，很像之前虾饼，嗯，对，虾饼，这种就是会一口接着一口的啦。这个炸的真的是刷皮，油不好吃。这一锅也不得了，这一锅是它的那个，我发现他们其实他们蛤蜊汤，我发现他们这边做那种。吃的啊，都还蛮简单的，就简单吃原味啊，很简单，然后配个 kimchi， 对，这个味道一样。哦，然后汤是很清淡的，很鲜的，带一点微微的辣，对，它加了一点点辣椒，看它的肉有多厚。你看，
哇，甜不甜？好甜哦！好可怕，好 Q， 好甜，好可怕，这个好好吃哦。而且它里面完全没有沙，哎，没沙，我也没沙。哦，这个好新鲜，哇，好好吃哦。哎，这个的甜味跟其他的那种甜味不同，哎，不一样，它有自己独特的甜味。很碎掉的壳，对，它很像，它的话甜味在中间哦，嗯，在这一块，然后你咬下去会爆炸，哇，好好吃哦，嗯。别怀疑，不用过度调味，湿地出土的海鲜一样鲜甜可口，品尝起来更多了一份亲手参与的感动。如此美好的经验，也只有真正走进在地人的生活，才有机会深入了解。当然，想了解韩国人的日常，还有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到传统市场走一遭。基本上啊，我到一个地方，对，我很喜欢去他们的那种传统市场烤海苔。对，这我第一次看烤海苔，哎，常可以买来吃吃看哦。哦，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这现烤的。嗯，他没有给，他没有给我们第二片的意思。我刚刚，你刚刚等着，对对对，哎，好，那我们这一月一半，对对对，他已经有涂麻油了，他这已经有麻油了，哦。油油亮亮，怎么样？哦，你看，麻油，那海苔好吃吗？好香哦，好好吃哦。它麻油香很淡，嗯，跟我们平常买一盒一盒回去包饭的那个，对，那种麻油味比较重。靠，把麻油烤进去啊，嗯，所以它拿起来有没有？它海苔本来是湿湿软软，嗯，没有，它这个是没有调味的啦，对，它那个是调味的，没有油，对，对，没有油，没有盐的。哦，想不到我们在传统市场买的第一样东西竟然是海苔，好不好？现烤现吃的海苔香气四溢，口感爽脆，真的会让人一口接一口。也难怪韩国紫菜包饭会成为在地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哦，这是超香的，这很特别，没有看过这个形状。游客都会特别来这边看韩服，来这边看了，对，或是穿体验韩服。走在这种地方，其实我觉得有穿韩服跟没有穿韩服还是有差，感受度不一样。你那个一穿上去，人都挺挺，很挺啊。对，你没有办法驼背。对对，头也没有办法太歪。网络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 Dating》。这是超香的，这很特别。没有看过这个形状，哇！核桃饼干，核桃饼干，哎，想说好熟悉的，我讲得很好，核桃饼干，哦，你像核桃，核桃啊，这个形状很像核桃，对，因为它是现烤的，好香，好香，核桃饼干啊，这边真的有一个核桃，哎，这上面有一个核桃，对，整个的，一颗哦，对，一整个，打开看看，里面啊，包红豆，啊，赞，双两个味道。两种不同馅料，两种不同味道。哦，这个还蛮好吃的，哦，还有巧克力，还有巧克力啊，嗯，哎，哦，塔士达，还是塔士达，刚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是塔士达的意思，奶油啦，奶油，对，奶油啊。小巧精致的核桃蛋糕，一口咬下，双重享受，不但可以感受核桃的香气，更能品尝馅料的美味，也难怪成为最近韩国超夯的街头小吃。不过若要说到最传统的市场美味，那就绝对不能错过这一位。猪脚算是这边当地必吃的，很有名的吗？对对对对对，道地美食，道地美食，感觉是很多部位，它这边有猪蹄，猪蹄，猪蹄，它这边大中小，猪皮还有猪尾，对对对，猪皮是猪皮这个，哇，它好像那个鱿鱼哦，买这个是什么？不知道 ，What is this？ 猪肉冻，这是这个，我来看一下，摸一下，哦，这是什么？猪头皮，屁啦，真的，我摸，这是猪，这应该是肉冻吧？你可以摸一摸，啊，牛筋毛里，哎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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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说我猪头皮，猪头皮，看我摸，我摸就知道。是哦，你一摸就知道哈。
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一个高级人类，猪头鱼。可以，那我们点什么吃？不敢乱讲，我在韩国还要好几天呢。那我们点这猪头鱼好不好？我点这个，哇塞！呵啊，麦脑啊，人家可是正宗的韩式美食，我怎么比得上嘞？而且这猪脚看起来 Q 弹可口又不油腻，不吃吃看怎么对得起自己？哦，很厚哎，但它有一个那个炭烤香哦，很 Q 哦。OK， 这其实，范哥他太弹了，是不是？我弹出去了。哦，没有，烟熏呐，烟熏香。哎，要还是我咬不动，当然回去也要弄。那当然，反正吃起来就很弄。我们吃那个鸡爪的那个鸡爪的味道，鸡爪的味道，烟熏。我觉得它这个是把它切一切，然后再肉冻压成。对，我觉得有点像。毕竟头皮切下来应该是圆的，不应该是方的。嗯，不错哦，但是我也想不出来它是哪一种味道，那跟我们平常吃的猪头皮是完全不同的，对啊，不同的世界，它比较像是接近白切肉，比较接近白切肉，这个沾什么蒜蓉酱油，这个是应该是包着一起吃啊，先吃吃，它是片好的，没有骨头，我喜欢它的那个，这是筋吗？还是它的软骨？软骨的那种，很脆，原来它是要配这个的啦。咦，这个是虾米酱哎，虾酱，蘸一下，蘸酱超好吃。韩式猪脚吃法，包上生菜及新香料，不但口感层次丰富，味道更是清爽咸香，完全不用担心会腻口。倒是隔壁这两锅更让人觉得好奇呢。啊，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 This one 이거이거하나하나하나예이거하나这是红豆的 red bean 这是红豆吗？这是红豆吧？为什么感觉里面有汤圆？汤圆哦，啊，这是小米啊！哦，也有米啦，米有啦，小米起啊，这是小米啦，对，这是小米，两种试看。耶，李哥，这算是冬天你们一定会吃的，对不对？两种都会吗？会吃的，春秋的时候也可以，谢谢春秋也可以。像今天下雨，天气凉凉的时候吃更好。哦，太棒了！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比较凉一点，蛮适合的，十几度而已，十二三度而已。它是咸的，它不是甜的。它还不是很咸哦，我这个是比较偏甜一点的，因为它这个就像南瓜粥的那种感觉。我猜是传统吃法，加一点点盐巴，我猜啊，因为他们既然会这样煮一大锅，代表这个日常他们吃的味道是像这样。对，但它其实也不是太咸，它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咸粥的咸，对，它只是带，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没有什么甜味，它就扎扎实实实实的那个这个什么红豆的香味，香味，然后米的味道，但是有一点点盐巴的那种口感。听老板娘说，这红豆粥是韩国冬至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就跟咱们吃汤圆是一样的意思。而且他们认为五谷中红豆是最驱邪的，所以还会把没吃完的红豆粥放在家里各个角落保平安。这边全部是炸鸡店了，对啊，后面就是全部都卖炸鸡，一排一整排，排队。对啊，啊这样拌起来看起来好吃哦。对啊。哇，这个感觉是很传统的。等等，我看一下它里面，要不要吃吃看？传统我觉得可以哦，我蛮爱吃韩式炸鸡的。这跟台湾不太一样，它就是两种口味。对，一个就是算是加酱酱的，对对，很脆啊。哦，它那个皮真的很薄啊，好薄脆哦。哦，炸的刚刚好。我试试看这个，哇，这个好吃，这个一定要，一定要吃，好不好？韩式大酱吗？还是什么？蜂蜜？哦，
很辣，真的好辣。韩式辣酱。哦，这个真的很辣。那它就是韩式辣酱。但它的那个辣椒不会，哦，那味道很特别，不是那味道不会形容。哇，它这个很像我没有吃过那种蜂蜜的那种。哦，对，蜂蜜香，蜂蜜香真的好辣。真是太幸福了，没想到一个传统市场就让咱们吃遍道地韩国美食。不过要说到传统，不只是在食物上，就连建筑服装他们也都用心保存传承。其中全罗北道的南园市便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你要进去逛公园之前，你可以先来这边，他这边可以看你要喝咖啡，重点是这边可以变帅帅美美哦，体验那个帅帅美美，体验穿韩服，传统韩服的那种感觉，可以变韩国的那种古代的那种人士。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哇，很多哎，哇，超多套的。这边有几套？总共是全部有总共有几套的服装？800여분있고요，400多套关于我特别的外套，很多哎。那我可以问一下，比方说我们这边来租借一次韩服，是大概怎么算价钱跟时间？저희들이이제관광객을위한체험관이기때문에두시간에2小时네20,000원하고있어요哎，460，不到500块，很便宜耶。老师有没有推荐我们两个什么样的韩服？这一套是老师觉得适合他。对。那我呢？我呢 ？OK， 你的，等一下我看一下，哥，你很适合这种。妈妈。错啦。哇，跟你这个适合。哎呦，哎。哎呀。哎呀，漂亮。New style。New styl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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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안돼요안돼안돼哎안돼안돼不行这样子，这个是不是要穿到上面的？那个是穿到那个是那个吧，裙子吧，这是穿到上面。小事啊，女生呢？你刚看完那个责任往后，她不是穿到上面？对，拉到这边，这个是穿到上面这边嘛，对不对？이게원래는여기까지입는거죠아니여기는이제여자한복치마예요这女生高腰啦，给她穿穿看。哦哦哇哇哦，哥有哦，哥你在韩国可能여기서만그여자靠不起来，是很适合。哇，你这个坐在这里看一下，这么赞的，很适合，很适合，我直接帮你搭好了，哥。嗯，恭喜你，也不用。哈哈哈哈哈，不用，不用，交不交钱？你完全白交。哦，花哦。很花哎，小小只的，大概一只指头长大小，对啊，很有活力。网络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 Dating》。哎，有吗？哇哦！帽子拿下来。哦，真的假的？他说你太壮了，太壮了，骨骼太惊奇了。这样，哇，你这个肩膀哇哩嘞嘞，你不要用力哦，会破掉。有点崩啊，你转背面哦。有点紧哦。哇，这样比较好看。你这这样，这样比较。你说看不到脸比较好看。这样。平常会戴的，好蒙古人。哇，哥你好漂亮，好不好？你转过去来，哇，这样比较顺眼。哇，好漂亮哇！不要转过来，拜托。你转过来会突然想吐。千万别见怪，纯属博君一笑，也让大家有机会看看女生的韩服，真的是非常漂亮优雅。至于要到外面露脸的装扮，那就不能随随便便，绝对是超帅的正装上阵。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이야작강입니다아니아니아니저는今天天气很好습니다哎很好你哦哎我说风景漂亮哟耶我来找春香哟春香我你是 不知道要讲什么呢습니다春香是一个故事是对算是一个故事有点像城市美哦类似那样子吧有对但是好像说是比较美好完美的结局哦结局不同啊结局不同就是很好戏里面的这个陈世美这个角色在这韩版的他是好人 OK 对对 OK 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哦在这边是不是对对对对
难怪。南园这边本来就是他们就是以这种传统的，像韩国的民谣，其实从南园市这边开始，从那边发展出去的，发迹出去的，哦，对，它的发源地之一。对对，所以南园这边，所以你看看到有没有很多游客都会特别来这边看韩服，来这边看了，对，或是穿体验韩服，走在这种地方。其实我觉得有穿韩服跟没有穿韩服还是有差，感受度不一样。你那个一穿上去，人都挺挺的，很挺啊。对，你没有办法驼背，对对，头也没有办法太歪。除了韩服体验之外，南园市更有传统风格的韩屋饭店提供住宿，让人可以完全融入古代的韩国生活，感受不同的旅行体验。如此特殊的环境与氛围，也让我和君伦兴起了为韩国之旅编舞的念头。轻快的节奏搭配简单的手势和步伐，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重点是丰富的背景变化，也让我们感受到韩国文化特色的多元。而且来到南园，还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料理，一定不能错过。活跳跳哈，三桶都是那个泥鳅。哇，我没吃过，抓不抓得起来？你慢点吧，小哥。哦，滑哦，很滑哎。小小只的，要这样子，大概一只指头长大小。那为什么南园这边这个泥鳅这么红，这么盛行？여기는공장지대가없어요그래서섬진강에맑은물이있어가지고미꾸리가아직도많이자라고있고그래서여기가숙회가유명하죠추어탕이那这边的南园这边的泥鳅吃法跟韩国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吗？시래기를사용하고있거든요그래서그차이가있을것같습니다一般的其他地区的话他们都用那个大白菜啊对他们这边有一个叫시래기这里的那个特色的芹菜他们用那个来做所以这里的这个味道更香更好这个是榨菜吗这像这是腌过的吗一个人네삶은거예요네네삶은거예요데친거예요蒸过熟的蒸过的네네没有任何调味调味还没就是一般就是那个菜味可以直接吃啊好吃可以直接吃对我爽了脆脆的期待一下因为老板娘有帮我们准备那个蒸煮的这边的南园的真的真正的韩定食哦泥鳅的韩定食原来泥鳅从以前就是南园市著名的补身料理因为这里位于智异山和詹金江支流环境非常适合泥鳅生长加上泥鳅又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因而成为最著名的传统美食很粗糙对对丰盛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吃到类似像这样干锅的这是铁板的嘛干锅形式好哎呀还有这种怎么吃这个我这个是另外包叶的包叶子的包叶子的
哦，这个平常喝不到，因为我们都喝的是完成品。完成品，哇，好香哦，好香，好香，好香哦。网络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 Dating》。哦，嗯，很软嫩呢，非常嫩，而且整尾吃没有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刺啊什么的那种。但鱼肉很绵啊，嗯，这个要怎么包？我们就是先拿一条泥鳅，好，一条泥鳅，好，你看它这有没有这样子放好在旁边的这个萝卜，萝卜，红萝卜，再加一点韭菜，这是比较偏重哦，好香哦，嗯，有麻油香，这个的刺就比较明显了，它中间那个骨头比较有脆口，嗯，对，然后稍微咬咬，但它不到刺人，只是你有感受到它有那个小的骨头，对，哎，辣度刚刚好。酥炸泥鳅、干锅泥鳅，还有泥鳅浓汤，搭配各式各样的小菜，南园泥鳅料理不但吃得满足，更吃得营养。除此之外，全罗北道的港口城市群山同样值得一游，除了有大人小孩都喜欢的铁道村可以走走逛逛，更有博物馆可以了解这里早期生活的样貌，港口还有在地精酿的啤酒厂，可以一边品尝一边欣赏日落，好不惬意啊。你可以看到现在在的位置啊，其实就算是他们这个昆山 beer 对的制酒厂，昆山玻璃路你这베이스그맥주의알콜을담당하는그런이제보리들은여기군산에서자란보리를가지고이제그걸원료를사용해서이제맥주를만들고있습니다这个平常喝不到，所以哦，对，因为我们都喝的是完成完成品。여기는지금거품이없잖아요你看像这个还有气泡吗？哦，这个就没有了，对。所以这个算是糖化完成了。糖化가아직시작이안돼서기다리고있습니다还没有完成，所以在等待当中。哦，在等待中。哦，那这个是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的前面、啊。前。后面。没有，这个还在等待中。对。它还没有反应，它开始有反应了。哦，后面。对，有开始有反应了。对。哦。罗罗。有气吗？这个。罗罗。颜色不同。套炸。对。不是。有点。你有点重哦。哇。好香哦。好香好香哦，干山은아직안넣어서맹맹한데还煮，对对对，它这个那个麦香很香，非常的重，嗯，然后因为它这个着它等于是着度很高啦，因为它还正在制程当中，所以它还没有颜色就没有那么对它清澈度啊，或是它深色都还比较焦糖色，哦，这个我还可以接受哎，因为我这个我行，因为它的气还没有那么的。它很像气泡外汁，对对对，气泡很细很细很细，很绵。哥，这整桌让我想到韩剧里面，炸鸡就是要配啤酒。你拿上来，你不知道怎么喝，对不对？是是哦，他要告诉你，像这个是一、一、二、二、三、三，然后后面有风味啦，风味，但这边哦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这是要韩文呐，但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是第一杯，建议喝的顺序，第二杯、第三杯。网络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 Dating》。但又有点果香味。哦，很甜，嗯，它不会苦涩，不会，微微淡淡的那个啤酒花的那个香味在舌头上，洗洗味道，洗洗味蕾，嗯，好爽，嗯，第二杯，哦，这个味道明显就比较重，哦，哦，这个好浓哦，这个就浓郁了，哦，这个就比较重哦，这好喝，嗯，这个比较重，平衡刚刚好，它其实后面尾韵。
其实比这个还甜。嗯，这个苦味啤酒花的味道还稍微，那个苦味啊，还比它再重一点点的，在舌头上的味道，这个比较很有趣，麦的那种麦香重感，麦香的厚重感。当然后面的那个甜味，这个就这样喝就分得出来那个轻重。对对，它甜味还是非常明显。夏天就要喝啤酒。嗯，我第一次喝到韩国自己这边生产的精酿。这个什么有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黑咖，黑巧克力咖啡的那个香气，对对对，因为它是黑麦。嗯，哦哦，哇，我咖啡味好重，我自己的感受是咖啡味。离开全罗南道，我们驱车北上，也正式开启了全罗北道的旅程。这里除了是韩屋、韩纸、韩食等韩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之外，更是许多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如果大家想更了解全罗北道，别忘了跟着我们自驾的旅程一同深入探访。咱们下周见哦。